你去哪？哎，小朋友，你认错人了吧？刚刚那个人想偷你的钱，我不敢说出来，所以才……来，妹妹，这个钱你拿着，就当做哥哥感谢你的。不不不，我不能要。小朋友，这么热的天，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卖菜呀？你的爸爸妈妈呢？我妈妈跟有钱人跑了，我爸爸去买东西了，等会就回来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妹妹，那你这个菜怎么卖呀？老板，你是要买菜吗？爸爸，爸爸。原来这是你女儿啊，你女儿可真懂事啊，怎么这么小就带她出来卖菜了？别让她上学吗？没办法，老婆带着钱跟别人跑了，我没文化，没手艺，只能在这卖菜。你在这卖菜，什么时候才能攒够学费啊？要不你来我公司上班吧。就我这样子的去你公司能做什么？哎，兄弟，做什么等一下再说，但你这牙黄口臭影响公司形象啊，你等我一下。来，这个你拿着。妹妹，这盒子拿着，明天啊记得准时来公司报道，加油。那里面有东西。当灰烬查封了凝霜的